神州春回奏凯歌，六合春心凯风快晴，白昼渐长，料峭春寒，掩不住万物复苏的希望。二月四日除夕夜，王俊凯四登央视春晚舞台，参演主旋律歌舞《我们都是追梦人》，同全国观众共迎新春佳节。少年朝气蓬勃，明亮嗓音响应时代号召，志存高远，新年扬帆起航。二月五日大年初一，王俊凯成为51 Talk 青少儿英语品牌代言人，强强联手开启英语学习新体验，在轻松的语言环境中高效率学习英语，交流无限，放眼世界，让我们紧跟小凯队长的步伐，成为更加优秀的自己吧。当天晚间，东方卫视春晚，凯 boss 继续陪小谢们过年了。 Heart 不完美小孩是你喜欢你四首歌曲点燃全场，海瑞沃斯顿的项链胸针点缀经典红黑掩映的西装造型，完美契合少年时尚风采。凯 boss 现场海派剪纸给螃蟹们送来新年祝福，神州万象高奏凯歌。二月十一日 ，Rose Only 诺氏品牌代言人王俊凯身着 Yves Saint Laurent 的黑西装外套与牛仔裤，配以 Common Projects 清爽小白鞋，出席了上海新天地 Rose Only 天猫超级品牌日传递挚爱真言发布会。小玫瑰打造百米花路，告白之门与惊喜之门间，凯 boss 和粉丝亲密合影，走过璀璨花路，收获甜蜜爱意，信者得爱，爱是唯一。有幸在情人节来临之际，和俊逸少年携手演绎缤纷浪漫。二月十九日，王俊凯登上央视元宵晚会，献唱甜蜜团歌《喜欢你》，清爽帅气，张弛有力，五湖四海皆团圆，上元佳节喜洋洋。小 King 赏完花灯看俊凯，一边和家人围炉夜话，一边吃元宵，螃蟹们有没有多吃几个呢？二月二十六日，俊凯时间，碧浪官宣王俊凯为全新代言人，少年清新温暖，像酝酿了一整个冬天的明亮阳光，给阳澄湖带来一派清风碧浪的焕然景象。凯 boss 也分享了2019年小目标、音乐、演绎以及关于阳光的故事，小谢们快去 get 凯 boss 的同款阳光味道吧。春节假期正式结束，冬去春来，螃蟹们赶紧整顿精神，以全新的面貌好好学习，认真工作，和凯 boss 一起继续砥砺前行吧。以上有想要和俊凯看超级月亮的小 King 亲情播出。